哎呦，看，快看，这是什么神操作？不是亲眼所见，真的不敢相信。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这鞋太脏了，你看。我们这个叫泡沫清洁剂，刷皮鞋、网鞋、球鞋都能刷，都能洗的，干刷干洗，干刷干柔的，刷刷洗刷刷，你的手我的手，一点细小都没有。擦完洗完之后，这个油渍物是在泡泡里面，拿个干净的毛巾、抹布铲过一下泡泡，擦干擦进去，一二三，妈呀，你看，哎，哇，两个放一起，两个脚放一起，两个脚放在一起，哎，你看这个擦过的，这个没擦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给你擦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来分开。对，给你擦干净。皮鞋、布鞋、网鞋、球鞋、家具、家电都能刷，你看一下，这么洗刷刷、洗刷刷，刷完了之后，这脏的跑到泡沫袋来了，拿干净的抹布把多余的泡泡擦走就可以了，看效果。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让它直接光热了。